大家好，是老刘啊。今天呢，我一到一个朋友家里去，到他说家里有几幅画，几幅老画呢，我就顺便弄过来，到他家里不一样是。听说他我徒弟啊，那个你能古画呢，到他家里来了好几次啊，他说不卖给他，他要卖给我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又特意来他家里去看一下。哦，给你们屋里好啊，你不能又过来看你家里有几幅画是不是啊？有六幅。六幅，那你的古画，那霍姐在你家里吗？几栋那四五册。四五册，那有怎么，那你怎么没有卖给他？先没想到是下面的老屋的。哦，是老的哦，在你老家搞的啊，拆下来的。那这老大了，老好嘞，没很小。哦，到那时候啊，记得。好，感谢，自己来。那得划算呢。不要，感谢。身体还好吧？身体还好吗？身体好。有时间坐我那里玩了。现在还做戏吧？哎，要忙活呢。那你？年都得没得那来的谢谢，走了，现在我在桌上搞耕地呢，搞的多久啊？搞的跑半年啊、做戏还没有不错的吗？不错戏吧？也没错啊姐。那你年纪比他长得差不多，我都四年级了。比搞得好的呢，我在现在搞还是搞得不好嘞，也没拿到钱嘞。有点还是亏了钱，哎，不搞，这个搞不现在很难搞嘞，很难发钱了。一幅画啊，那你拿来看一下，好了，看一下我天气不早了，要赶紧回家。去的好多些多家，好了，我先给你看一下了啊。有点，你画的要画，你看一下啊。哦，你不在家里挂了很，看一下啊，仔细。等会儿，我们熏黑，的就不行。谢谢们那个。哦，山水画啊。叫啥名字？叫啥画？山水画。是画的可以。你就挂在桌上。挂在桌上对。其实，你看是个什么人？什么人气也是什么气人呢？哇，是画的可以啊。那个画家的名字呀，那个画家是谁画的？你知不知道呢？不知道。有年的这个一个，有些有点意见啊，是老话。是一个人画的，哇，是画的小得很啊，是可以。这一个人拿了。那个火姐到底这里买来了好几次啊？来了4次。到底哪里拿到好的宝贝吧？没有。宝贝搞的一个，搞的过去了。我徒弟呢？他的价格呢？觉得怎么弄啊？价格啊是100，要100啊。跟棉厚的。跟棉厚的啊。这个画是画的好的，画的可以的。月月流长啊。这个烂了，差点又搞的又。别说那把的灯杆子也得个了。好了，可以，但是他老的可以一年老的二年开门。六幅啊，你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啦？其他什么东西啦？没有，只有六幅画。六幅这边有多少钱？一千八百一幅。买画。3000嘛，哪个地方的干？这个有没有吃？有没有叉子的？有没有吃子的？量一下。没有吃到，没吃到。你给写什么过来？我给你弄个画的。是啥时候的？老婆，没得。你给写什么？
你扶手介绍跑的工程吗？没时间，你来拉我，你来参与了的。有没有吃住了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点吃啊？分开的。点吃没得。你家是卖瓜？嗯，来个家也不得好卖。我有点吃吗？一个是一个母一个好嘞。啊，不能是一个一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事，没有你啊，你好吃了。没个钱呢，一个是一个母一个好嘞。哎，比较。对。你这个大哥，没事的吧？你这他一比看一看，我比看名家，不是名家，也不是名家，也差不多都是钱的。那个时候他都不到是第一个，他那个，哎呀，第一个，我说那个嘛，春节下个，我的就是第一个，别的是俺方面说王不说王不，你媳妇干？第一个你们看他是怎么了？聊老板呢？你这媳妇说不干，说老板呢？嗯，一千八块钱一包，输一点了。千八块钱多啊？嗯。多个点啊？行。你是五个？你没得出现这个。没是五出现的，意思你是五个。年干出现的。你是五个，五个老邓啊，若啥是，我那上万五块钱，你像一个好像只属于五千。多少就好了。只属于五千。蛮大个啦。就这你家门大，五千还门大，我告诉你，钱不开都不抽了。钱爸爸这一句话，你们就五千人家住，人家先没看到，你说。假如我也买到你。我问你去的是某个时代给你去的吗？假如我买到了，当然买给你。没得银行的。没得银行，你们盖的盖的银，盖的银，盖的银，说银的时候是给银行的。啊，这个年了，你给几句话，至少卖二十万块钱，我告诉你。卖就卖，不得卖，不得卖，不得。你收一个，你有两个多嘛？五个星期就五个十点，那等下。我卖不掉的，现在也价格卖不出去。我不是是走路。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挂还是挂的可以，但是第一看他有没有名气。一千块一多，一千块一多啊！打开的了。五千块钱，好吧。五千块钱。你昨天可以就我给你买了。人家家的价啊，还按台币那点。差不多的。按你家的价。反正我跟你是老朋友了，我以后绝对不的什么问题的了，你也相信我。你知道我一个人呢？我要有钱的，我肯定也不理他，他等这还是吃少，就在打的嘛多呢，等吃少的哈，不是卖钱的。但是什么？我们毕竟我们打接待也打了这么久了，你知道我是有钱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，你认为呢？我现在我先生是五千块钱买了，我到时候搞得好的话。我嘞，我到时候你一个打几百块钱，一个千把块钱，我肯定是给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因为你知道我的我现在也知道，不然你也许就小一点了，我比大是大一点，你知道我现在还没搞好的地方，我们大家都一起有，不能说有那难帮，是不是啊？你给他说的呢，你说的，我四海根呢，四海不也不敢多了，就是这样了，你认为可不可以了？可以的话就我拿钱给你。哎，也得也得，下次你不啊，你不舒服了啊？好，你不聊啊？好，我接着啊。